你跟妈妈学学，你看你稀罕哪个？哪种的能不坏呀？你要不火烧太大了，哪个都不能坏。你别说话。你要不给它点着了，哪个都不能坏。那是我点着的吗？2.4米的，2.35米，2.4米稍微多，太多了点，2.35米吧。这个明儿咱们有新房子了，买这样的，这个咱们回家扫地完事扫棚啥的啊，咱们再选个拖布，等儿子跟妈选拖布去的。你那炕席咋塞呢？我这炕席搁上面塞。哥，这咋整啊？现在是早上的8:30，我们家已经全家总动员了，开始沙发垫子都已经拆下来了，那个靠背垫拆不下来。那靠背垫到时候再想办法吧，这个后背垫有点埋汰。朋友们，你们这种的沙发垫子应该怎么洗？就是尤其是这个位置，这边我都已经洗完了。昨天我们每天烧煤，然后现在这个灰啊都特别大，看这灰条子上面的，然后这个棚也一年没有擦了，最明显是那个热水器上面一层灰。然后我们决定今年把客厅的这个棚顶擦一下，去年是没有擦的，已经马上2年了。然后这边的厨房也要擦一下，厨房是重油烟基地，这边全部都是油。王同学在做准备。这是我昨天新买的炕席，然后带你们看看。这边是原来就剪了豁口的，其实再买的多一点就好了。然后这边的宽度稍微宽了一点，我们家这个炕是1.8米乘2.3米的，我买的是2米的。这磕碜的这个位置让我剪的豁牙子了。已经开始收拾了，这屋烧煤，这屋一遍解决不了问题，我瞅着。那你就来2遍或3遍。那哎呀妈呀，全是煤灰。咱爷有的时候倒煤灰，他化一下他就倒桶里了，所以那烟儿全都飞起来了。这才是原来的颜色。那个黑已经耽误他了。哎呀，白板都使成黄的。硬搁身上拧啊，拖布被给我拧坏了，19块钱买的。哎呀妈呀，这墙上。哎，这多干净，瞅着都亮堂。哎呀。看我女儿特别勤劳的帮妈妈干活，这妈妈一定要发给老师一下，让老师表扬表扬你，帮妈妈干活了，姑娘哈。啥时候帮我干呢？对，我闺女一直帮我干来着。但是闺女啊，你看这，看，没擦干净，没擦干净呢，得擦擦啊。老公，你客厅顶完事了呗？那你灯咋没擦呢？灯一点点了吗？餐厅灯没擦呢。一会儿擦，没拿麻子那阵。这厨房是个重灾区啊！哎呀，喷上这个油污劲，全都往下淌啊！看看这黑点呢。大姐，没必要那么刷吧？洗澡这个都是那叫啥？水锈啊，对，水锈。你看我一会儿拿水一冲，它立马就干净了。打扫卫生吗？过年了吗？这人说了吗？这帮就是年呀，都是给这帮家庭妇女过的，知道吗？那就理论换了一种方式打扫卫生。那理论应该我不应该干呗，对吧？那你是不是这个家的？你不是家庭妇女吗？你是不是这个家的成员？我不是妇女吗？你是不是我老公？我这5件套我还没有呢，知道吗？
人家说是美甲、美那个美睫、那个烫头，还有搓澡、洗衣服，我是一样都没有呢。明儿一天都给你安排妥了。我哪有功夫？我很忙的。哎，干完了，干了足足一上午，锃明瓦亮。做点饭。你九点了，你才干活，这就叫一上午。拢共才俩点，现在刚十一点。你吧，你做你的饭得了，你让人拍视频。我老接着你，你还不乐意？对，一会儿二叔回来。你没看二叔回来，我切这老些肉吗？这二叔不回来呀、啊，你呀、啊、连肉都没有。虐待我。